习近平应该会个收拾哈。嗯。大家看到了没有啊？还有人过去补位哈，以阻挡习老大的视角哈。这个女的说的什么？大家都听清了吧？习主席狗约的啊，好吧，真的是很奇怪啊。每天呢就不骂他两句啊，我都感觉气血不通啊，真的是气人，坏也得有个度，对吧？适可而止啊，你天天整的五花八门的，非得搞到像大型这个喜剧翻车现场似的，是吧？那上面呢这个视频呢其实是很魔幻的啊，那老百姓刚喊了一声啊，旁边呢就有人堵住了他的嘴巴，紧接着呢习老大一出来啊，随之而来的就是掌声啊，欢呼声。那习老大呢还乐在其中啊，又是招手啊，又是微笑啊，心花怒放，人美滋滋的走了。可是这个刚喊出声的女的啊，她的人生从此将像噩梦般的存在，魔警呢会对其不断的骚扰与监控啊，直到这个人彻底的幻灭啊，消失在人海之中，这个魔警呢才肯罢休。这就是魔幻的大陆。而且大家想一想啊，一个声音呢他还没等刚出来啊就被人消灭了，那旁边得有多少个魔警？说不好听的啊，就好多群众呢他其实可能都是魔警，那这样呢才好控制，才好做这个安保，对吧？所以呢这里的我也觉得特别费解啊，觉得特别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那群脑残的小粉红，就不知道呢他们的脑子到底和正常人有什么不一样。我相信呢他们一定有看过类似的这样的视频，但是呢他们看完之后呢却依旧是麻木不仁啊，却依旧呢相信啊我们的红社会是伟大的，是 number one 啊，所以呢我就觉得非常非常不可思议。另外啊，可能有人也很好奇啊，如果这个声音能传递出去，那么习老大会不会为其伸张正义呢？答案必然是啊，做梦吧。实际上呢习老大啊每次来到这个海外啊他都很胆怯啊，那虽然在海外呢也有很多这种像红社会花钱雇来的这种爱钱的小粉红存在啊，但是呢他毕竟还是在海外，他无法像视频里一样啊就是实现这种安保，所以呢每次这个习老大出现的地方呢都有无数的抗议的声音和标语，他其实也都看到了，他也听到了啊，他听到了很多这样的声音，可是最终却视而不见啊。那其实吧他也不是视而不见了啊，只是说他每次看完之后呢他心里都发毛，因为呢面上的敌人啊这个好处理，对吧，我看得到，但是呢看不到的这些敌人才最可怕。而且呢他自己也都知道，哎，那些欢呼的小分队呢都是演员啊，但相比抗议小分队嘛，那谁都不想看到抗议的，对吧？所以呢每次他看到这个抗议的小分队后呢，他心里啊都或多或少的会想，哎，这么多抗议的人他背后的组织到底是谁啊，到底有没有我党的官员存在。而且呢我们知道这个习老大啊，老虎苍蝇一起打，对不对？他已经得罪了不少的内部官员，可是呢他又是一个有个性的人，哎，偏偏偏执就是那些不靠谱的政策啊，结果商人平民各个阶层的人都被他搞了一遍，这波风骚的操作呢基本是得罪了全中国人哈。那好不容易呢这个老江头子挂了啊，自己又清洗了一遍这个内部啊，把自己的队伍都换成了习家军，结果好家伙青钢消失了，现在呢又查国防部长李尚福，哎，那这里呢我们不猜测红社会那点东西啊，基本他也就是人整人人害人，我们都知道。但是这样的习老大啊，你看似是整顿，但其实呢他已经让所有人都开始提防他了，甚至呢随时会背叛他，因为待在他身边的所谓这些效忠的人啊都是被人架着脖子啊杀鸡儆猴来的，所以他不是发自肺腑的这种效忠，所以呢习老大呢到死前呢他也绝对不会消停啊。那实际上呢红社会就是这样一个死循环的模式啊，以前是现在是未来是啊，他根本就没有出路啊，他只有更多的危机啊，因为假恶斗啊是他的本质，而且呢他还要搞这个命运共同体啊。所以呢我想跟大家说啊，就是说如果说共产主义是基础版，那么社会主义呢就是升级版，而他一直在搞的这种命运共同体啊，实际上就是高配版，就他的这盘大棋啊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大多了啊，他不仅仅是要打败美帝成为这个世界大哥啊，他还想统治全世界，
啊，然后改变这些规则，让全世界效忠于他。所以大家想一想啊，在国内的韭菜都已经成为了这样，哈，他要成为了世界大哥，那世界得成为什么样子？那我知道呢，小粉红听了这些话呢，肯定很不爽啊。但是就是说，如果啊，中国真的那么美好，我们没理由去反对他，对不对？其实对美国来讲，有制约、有竞争，它也是一件好事啊。但是问题就是，红社会它是死性不改的啊，它的这种破坏和颠覆性的这种竞争，会使世界造成危机。说不定呢会带来世界大战啊，大家也是看到的，就是说它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东西。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视频。不知不觉啊，我们可能都在受到境外间谍的影响。如今啊，以美国中情局为首的境外势力瞄准了中国人的网上空间，一些由间谍经营数年的意见领袖账号。什么叫做意见领袖啊？就把一个对他有意见的人啊，变成了一堆有意见的人的代表哈，所以叫做意见领袖。平常呢介绍国外的日常生活，但是时不时就会夹带私货，抹黑我国的形象，通过信息操控，潜移默化的来影响网民的认知。所以啊，境外势力对我国的间谍活动早就不是单纯的物理攻坚了，而是大大加强了攻心战。我现在就在想啊，这个意见领袖到底是中国人呢还是美国人呢？我想这个美国也挺无辜的哈，就这么多年有很多反迫害的人，结果呢他把这群人啊说成了是和美帝勾结的汉奸。那我想问问你，如果不搞到人家家破人亡，人家为什么要拼了命的去搞你？谁不知道和红社会硬碰硬是没有好下场的，大家都知道这样的结果，可是为什么还敢碰你？就是因为我们是人，我们能分得清楚谁把中国人搞成了今天这个样子。而且咱们中国经常讲一句话啊，叫做有图有真相啊。你说的这些事情你得弄几个图片吧，你得有几个视频吧，对吧？而且你举一个两个你也证明不了什么，你得举一群这样的人，你才能知道到底怎么抹黑中国了，对不对？到底怎么造谣中国了？你得有这样的例子才对啊，你不可能说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对不对？而且呢，我经常说这个红社会不做不知道啊，一做吓一跳，不管是好事坏事，他干出来的全都是坏事，都给你留下了很多可以吐槽的空间。这就是为什么我以前做这些节目的时候，我还担心哎，会不会有朝一日我没有话题了，结果咱们看啊，夸夸夸一做啊，就一直没有停过。你看人家陈老师来了，还有八囧哈，是不是一直没有停过这样的话题？为什么？所以给别人留下了这么多画饼，别人才能吐槽他们。如果你做得好，真像你说的那么完美，没有一丝漏洞，没有一丝可以吐槽的空间，那么谁会天天抓住你没完，说你的那点糟糠糟粕的事情？是不是？上个月新修订的反间谍法正式生效，这个月国家安全部通过社交平台发声，进一步走上前台，社交媒体的认知争夺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时刻。你看啊，这个随着墙内内斗的加剧啊，红社会呢天天吵着啊要抓间谍打汉奸啊，结果抓出来的这个间谍汉奸呢，清一色都是咱们优秀的共产党员。而且最扯淡的是，他们嘴巴里说的这种社交媒体啊，已经成为了这个境外势力的战场啊，说人家夹插这个私货啊，结果咱们看啊，他的文案来源是这个叫做玉渊谈天的这个账号。那这个账号呢，之前我就和大家分享过啊，它是央视的马甲号，所以就很搞笑啊，你央视转载自己的马甲号啊，你不是夹插私货吗？对不对？你不是频繁造谣吗？你还有脸说别人，还一本正经的扯到人家中情局身上啊？那这里呢是不是以中情局为首的啊？我不知道，但麻烦你啊，不要羞辱我们中国人啊，我们国人有那么蠢吗？一群人被红社会搞到家破人亡，然后这群人出来反抗讲真相，难道我们的中国人都不愿意相信这群人吗？啊，甚至觉得这群人是美国中情局收买的人吗？你难道不是在侮辱我们中国人的智商吗？是不是啊？我不相信我们国人有这么蠢啊！被打了还得喊疼呢，对不对？啊，其次呢，啊，我们也知道哈，这个红社会啊，所谓的这个反间谍法啊，其实也都是红社会稳固这个他自己的这个政权、清理异己的这么一个内部运动。他们天天吵着啊，说这个境外势力对红社会抹黑造谣啊，可这样的抹黑定义就跟寻衅滋事是一样的，
一不小心就被魔警请去喝茶了。咱说说贼喊捉贼，流氓都穿上了警服啊，他都不遮盖了，呵呵，就是非常有意思。面对网上繁杂的信息，如果我们都多问一句是这样吗，那谎言就会多经历一次过滤，境外势力的阴谋就会多一分被揭露的希望。好吧，我就喜欢红社会这种一本正经的说瞎话啊！其实谁不知道他说的是鬼话，对不对？你以前用这种方式经常骗一下中国老百姓啊，用你的这种舆论操控啊，你是可以的。但是呢，人家的这个 money 啊，越来越缩水，所以事实胜于雄辩啊。你再怎么诡辩啊，人老百姓心里明白，我饿着呢。啊，我需要钱，我需要更多的钱来还我的债务，我需要更多的钱来滋养这个社会的土匪对我进行打劫，是不是？咱们中国人会越来越清醒的，因为口袋的钱越来越少了，他能不愁吗？所以呢，造反我不敢保证哈，但是呢，境内势力一定会培养一大批。这个红社会啊，他为了自己的政权啊，派出了很多无间道啊，散布在这个海外啊。就像美国这帮无间道啊，他没能力完全进入美国的主流社会，他们就靠砸钱收买贿赂，把一群人和他绑在了同一条船上啊，收集人家的情报。当然呢，这个是他的工作啊，他有本事，他有命干，那他就干呗。可是他们的工作极大部分是收集华人的情报，嘿，连人家的拉屎放屁啊，他都要收集，然后呢，在这里面做文章，搞乱这个人的整个社会关系网啊，他比那狗仔队都恶心，知道吧？但是最恶心的是什么呢？他们这些垃圾情报呢，往往都是添油加醋的，你知道吧？最要命的啊，是他非常害人，而且呢，有很多小粉红他愿意相信。可是呢，你如果要把红社会的人抓出来，你可以问问他们啊，哪一个身上没有污点啊？谁脱裤子放屁他是香的，那不都是耍流氓吗？所以呢，我就在想啊，红社会的这些无间道啊，到底是怎么做到啊，从一张白纸般的这个婴儿啊，一点点进化成了一个戾气满身的这些恶魔啊。那这群人呢，他也有父母和儿女，还有这个亲朋好友，就是说他们下手怎么可以这么狠毒啊？怎么能把别人搞到家破人亡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啊？还觉得自己非常伟大啊？我特别特别的不理解。那这里呢，其实也适用于那些啊，经常就举报他人的小粉红，他们觉得伟大的事情，其实在世界人眼里叫做脑残啊，叫麻木不仁。他们老觉得境外势力啊在搞中国，可他却从来不解释为什么抓出来的这些间谍汉奸都有党员的头衔啊，老虎苍蝇打了那么多年，对不对？可是时不时就有大老虎苍蝇出现，所以呢，很多时候小粉红呢都被搞魔怔了啊。他天天抓这个境外势力啊，贪官汉奸。可问题是，抓贪官的这群人，他也是境外势力贪官汉奸哈。也就是说呢，羊毛出在羊身上啊，你找羊毛，非要从这个猪毛、狗毛还有牛毛下手。那你不是来搞笑的吗？所以呢，我一直就没有觉得这个国家是有希望的啊。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他还觉得自己像神一般的存在，你说这是不是神经病？好了，那今天这个视频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啊。我们下个视频见，拜拜。